非常感谢各位这么热的天气到这个金陵书库来。那尤其我们的场地其实有点简陋哦，有点让大家委屈了。那可是我觉得今天很高兴是看到那个劲爆出的这本《蓝调市场题》，终于已经这个印成书，然后在这个市面上可以买得到。因为我作为一个书店的老板，一天到晚要这个面对到很多的客人来问我说这个书到底什么时候出。那高兴终于在这么热的天气里面看这本书问世。那今天很高兴是请到了那个翻译者和老师、插画家以及这个王频道书店来办这次的这个座谈会，也是一个新书的发表会。那下面就把时间交给他们。我想这个应该有很多可以讨论跟这个说明的地方。然后我们是不是以掌声先欢迎他们？谢谢。各位大家好，谢谢阿泽给我们这样来的空间。我想大家都很希望能够在今天书店办这一类的活动。我代表性别人权协会，也蛮高兴今天可以看到这本书真的就给它出来了，从来没想到这是一个真正的事情，因为是在拖蛮久的。如果关心这本书的人大概会发现，其实它从去年底我们就不断的在努力的运作才拖出来。今天其实我们也很高兴哦，除了读书有这么多朋友来关心这本书的出版，其实我们请到了几位我想跟这本书非常有关的人哦。那第一位就是最重要的，除了作者没有办法来，大家可以欣赏他的照片哦，已经挂在墙上，非常帅。就是翻译者陈婷哦，那我们也非常高兴这本书能够找到他来翻。那他是我们很好的朋友，然后大家如果对影展蛮熟悉的话，其实在不管是金马奖国际影展或者很多独立制片的影展里头，这一类相关的比如说同志啊、跨性别，是这一类比较相关性别弱势议题的影片，大部分我不敢说100%，但是大部分都是陈婷翻译的。那昨天很多人也去陈婷看了《失窃时光》Stolen Moments， 大家应该也看到片子最后又打上陈婷了。那今天大家一定很高兴可以看到陈婷就是这样，等一下要让他跟大家说说话。那再来也蛮高兴可以请到就是这次帮蓝调市场题画插画的何威尼，那他应该是大家很陌生，可是对他的插画都很欣赏很久，可是很不耐烦要从报纸一点一点的看，现在也很有一个机会在京津我们这边会展出他的插画2个礼拜，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以后还有时间可以来慢慢欣赏。等一下他也谈一谈他在画插画的时候他的一些感触跟一些想法，因为他是完全根据这本小说的内容在进行的。那当然我们最后每次这个下结论都要找个重量级的，我们这次请这个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师何春仁老师哦，也来谈谈这本书他看了之后的感想。那特别我们很高兴是这本书在出版的时候请何老师帮我们写了一个序，那也在书里面会看到，那大家看到的从《男孩别哭》到这本书的出版都一直我们想做的一件事情。好朋友慢慢多可能会有点拥挤，不过大家就随意，因为其实我想现场很多人彼此都是很熟悉的，也有很多过去都支持我们工作的朋友在现场，我们都很高兴哦。我想我们等一下就是用我刚才介绍的顺序，我们来谈一下这本书的出版跟大家的感触，然后接着就开放给各位。我知道在场并不是很多是媒体，那就说大家如果对这本书有一些想法也可以提出来跟大家做互动的讨论。其实我有很多话要讲，不过我有点觉得以后再慢慢发挥，因为今天做了太多事务性的事，现在突然不知道怎么开始。我想我们就先欢迎翻译者陈婷谈一谈他在翻这本书当时的一个想法，因为我们是非常高兴能够请到他来为这本书做翻译工作，也就是说他是我们选择的，我们不是随便找人翻的。那他谈谈他被我们选上他的想法，我们请陈婷，请大家欢迎他。大家好，刚王平说他还有很多话要说，我本来就想他继续说就好了，因为基本上做翻译的人就是不太有机会能够在公开场合说话，然后会非常紧张，然后我的脚跟身体跟全部都在抖，所以我尽量机会。陈婷一定要先说话，因为我记得陈婷在翻的时候我们有过一些对话，我们就这样进行，因为他不说话的话我们就不准他离开这里，你就一直坐在这。他在翻的时候他会说其实他翻的时候心情蛮沉重的，那当时我们在刚翻译这本书的时候还有一个构想，我们会希望可以从一个本土的观点跟 Leslie Feinberg 就是原作者直接对话直接互动，然后把那个互动再做一个记录，那这些都是很原始我们曾经想过的。
所以也许你可以回忆一下当时你那个心情的状况，这总是有话可以讲的。因为这本书其实翻好，我翻好在一年多以前就翻好了，但一年多以来还翻了很多其他的东西。这本书我记得我应该是在五六年前看过吧，然后以我自己的个性看那本读那本书的时候，各位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看一下，它就是有血有泪啊，有拳头有枕头啊，什么你想得到都有，但是因为它是那么真实，会让你非常难过吧。啊，原来很多历史上是这样过来的，他们必须这么的辛苦。可是后来王平跟我谈到翻译这本书的时候，他给我让我用一种不同的角度来看，就是其实这样的东西它其实是很有力量的，就关于一个人怎么样，为什么一个人走在路上，连走在路上的权利，这些很小很小的东西的权利的争取的一个奋斗的过程。这样可以吧？我们很谢谢曾经啊，其实他私底下很会说话，也许是这个场合大家觉得比较拘束一点，不过没关系，我们等一下大家手里他会讲很多话这样。好，我们当然先顺下去，我们等一下还有很多机会这样回头来讲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帮我们画插画的何文言，那他也是我们刚刚才认识的新朋友，过去只是透过这个画跟他有过互动，虽然没有直接互动，那我们很高兴认识他，也请他谈一谈他在画的时候怎么样去思考蓝调市场体的一些东西。我们欢迎何文言。嗨，大家好。蓝调市场体是我第一次为同志这个题材来画画。那我自己本身不是同志，但是我在国外有很多朋友，还有老师都是，所以也从他们身上听到很多故事这样子。那我当初画这个图的时候，其实整个心情也是非常的沉重。那我可能是比较以女性观点来看这个故事，然后陈婷的翻译就是我觉得感觉很贴切，那很多情绪在里面，所以我画那个图的时候，整个构想也是，就是从那种女性的身体比较压抑，比较在这种父权社会比较压迫上面，从那个角度上面来抓那个感觉。这些颜色，这些图案，我觉得因为它整个感觉很压抑，所以我觉得那个颜色应该是很沉重的。然后那些线条也是比较粗犷一点的线条这样子。那从图案本身上，我会抓一些符号上的东西，像那边有剪刀，然后房子，就是有不同的符号代表一些意思这样子。谢谢。谢谢何文言。显然他跟陈婷互相欣赏，这个创作翻文字跟图面互相互动应该是不错。我们等一下还有机会听他们说话，我想他们其实还是会有一些话可以分享。那我们也不是最后，而是第一轮的比较最后，我们要找这个请何老师来谈一谈。他写了序，昨天他还应该是加了夜工，把这本小说又从头看了一次，应该感触非常深刻。而且听说现在 Leslie Feinberg 已经成为他的新偶像，今年2000年何老师的新偶像就是费雷斯。那我们听听他对费雷斯以及蓝调十强题他的想法。欢迎何春蕊老师。其实如果你们听他们两个讲啊，再看看墙上的话，你会觉得很沉闷，你会觉得压力很大，你会觉得这本书大家看以后会很难过。也因为这个样子，有很多人就会。可能会说我不要看这本书，就好像当初《男孩别哭》的电影刚刚上演的时候，也有一些人去听说了这个故事，可能是讲些什么样的情节，什么样的遭遇，然后就说哎太惨了，我不要去看那个电影。可是我觉得也许大家往这个方向想的时候，就忽略掉这本书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层面，也就像《男孩别哭》的电影里面其实蛮希望告诉我们一些另外的事情，那另外的事情那个讯息没有被大家关注到。因为我觉得看这本书，当然你会哦，因为我的经验是你看到的第二页第三页就会开始哭，就是你就会流眼泪，就会觉得很有一种很深沉的难过。
那个难过，我很奇怪，那个难过不是说有绝望的难过，而是觉得说，为什么会有人能够用这样的一个很深沉的、很复杂的语言，去把你从前不知道怎么说的事情说出来？那我自己是研究文学的，读文学的，那我觉得也是在过去一系列的那个作品当中，我一直在找寻一些作品，那种作品会让你感觉到说，呀，这是我心里面一直想要的某一种很复杂的说不出来的感觉，这里居然有一个人用这么简单的句子把它说出来，而且说的这么很深很深很重很重的打到你的心里面。对雷斯的写作的风格啊，是很平实的一种叙述，可是大概在每一段的那个结尾，每一个 paragraph， 每一个一小段文字的结尾都有很短的一个句子，而往往那个很短的一个句子，就是捕捉到了一种很深沉的心里面的感觉的句子。那我觉得这一部分的话，可能是大家看译文的时候特别可以感受得到。那我觉得这部分真心做得很成功，就他能去捕捉到那种简洁。在费雷斯的写作的方式来讲，他是有某一种写作的风格。那我觉得在这个译者他有什么样的感受？那我觉得这一部分的情感的部分的话，我们还在找寻语言，我们还在找寻一些叙事的方式来把这个生活里面的遭遇到的事情写得出来。那另一方面，除了说在文字上面比较稍显很抽象以外，我觉得我也在找寻同志和酷儿这方面的小说，在这个小说里面的那个人是真的有血有肉有肉的人，这个人不是一个抽象的人，这个人不是一个只活了两分钟的人，或者两天或者两个月的人，这个人是活了很长的一段日子，而他生命当中，他不单单是描写他个人的故事，他也记录了在他周围当中那个社会的变化。我们常常讲说，比较伟大的文学作品都不是只是讲一个人的故事，他必须要某种典型，他能去捕捉到那个时代的脉动。那我觉得这本小说高度的推荐给大家看，因为真的是很好看，而且你对于当时某一些阶层的人，某一些身份的人，他们在这个美国的社会的文化里面是什么样的位置，他们怎么样活，他们跟什么样的力量在抗争，他们怎么样有的时候是屈辱的，有的时候是委屈的，有的时候是很高亢，有的时候很抗拒的，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这每一个人他们身上的伤痕是怎么形成的。常常我们在看到很多的这个性别的边缘或者异类的人的时候，会觉得他们生命当中还有澎湃的一些东西，可是我们连问都不敢问，我们只能猜。你不要以为只是我们是这样子，如果你看费雷斯的小说，你会发觉费雷斯本身在看到其他的 T 其他的活的时候，在看到其他的奇奇怪怪的各式各样活着的人的时候，他也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他有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问，可是往往在一些这个经验，在一些事件当中，那个心灵在那一刹那碰到以后，他突然开始明白，我知道了这是什么意思，我突然明白了，原来他是那样的遭遇，因为现在我也遇到了，或者我遇到了有过那样遭遇的人。我觉得这种生命当中的有血有泪是很少能够在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很多作品当中看到，因为这样的一个作品必须要有很大很大的一个诚实，而且有一个很深层的认识，去认识到生命的复杂。我们常常在读文学的时候，常常喜欢批判一种小说，那种小说叫励志小说，就是说他好像有一个人困难，然后他就因为哪一天什么看到鱼儿逆流而上啊，或者看到什么什么树被砍下来啊，或者看到什么天上打雷闪电之类，就突然觉悟，然后以后就快乐的过日子。或者说一个人他要找寻他的真我，于是他就寻寻觅觅，然后在生命当中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休息的，可以把头放下来说我已经找到了我的这个位置。可是我觉得在费雷斯的小说里面，他比较能够真实的显示出来人生的复杂面和人生的矛盾，因为人的道路本来就不是这么样的简单，说我只要找到一个真的位置，我认识到我某个身份以后，我就安枕了，我就可以好好的活下去。其实不是这个样子，因为周围的环境还是会在变，你个人会在变，你的关系会在变，所以很多时候你的身份也不由不得的就在那变化当中。那这本书里面，我觉得能够去捕捉那样一个东西，虽然在这里讲的是说把它放在一个 T 的位置上面，可是在这里面的话，他已经远远超越了我们现在想象的一些 T 的那个位置。因为当他开始服用男性荷尔蒙，他去接受平胸的手术，他开始走向把他的身体的外观做一进一步的这个转变的时候，也许有些人读到那时候会说啊，他一定是拼得太累了，
就是在人生当中，因为他的不男不女的状态，他在社会当中受了太大的压力，因此他决定说我选择一个容易一点的路吧，让我把我的外观稍微改一改。那我觉得这样的说法也常常可以听得到，有些人就会说，你看你放弃了人生的理想。当指责费雷斯做这样的一些身体改变的动作的时候，我觉得大家还回头来想一想啊，有好多异性恋者也在骂一些新进出柜的人说，你看你就是被同性恋带坏的。我们也在做同样的话，我们也好像认为他应该有个固定的位置，他不应该会被引到另外一个位置上去。我们拒绝承认人的生命可以改变，我们拒绝承认我们的道德的方向可以变。那我觉得费雷斯这个小说的很可贵的地方是，他去面对了那一个人生当中因为各式各样的经历、各样各样的改变而有的一些形体上的改变、可能方向的改变。那这一种诚实的面对，而也面对那样的痛苦，那在小说里面常常对他自己的那个状态有一些描写。那个时候就说，哎，你好像你挣扎看起来少了一点，可是你的痛苦加深了。那我觉得那一种人生的沉淀、那一种淬炼的过程，是这本小说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大家读的地方。因为你不要忘记哦，我们现在回头看的时候，现在因为在座的人都比较年轻嘛，二三十岁是大多数，二三十岁，然后我们活在一个好像这个性别政治很蓬勃的这个社会里面的时候，我们总觉得我们可能已经到达了某一个高点，我们可能已经只要我能出柜，我能大声说我是什么，我能照样怎么样过日子，大概世界就好了。没有哎，人生大概没那么复杂，没有那么简单的就可以把这些复杂性通通去除掉。我们前面还有很长的道路，再加上我们还要活到七十几岁的话，这五十年当中还会有什么样？我们还要心痛几次？我们要被羞辱几次？很难讲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大家需要看费雷斯的书，因为这样子的书在沉重当中确实有那个非常非常高昂的气势，他的梦想，他的那种气势都在这个写书的过程当中去描写他是怎么样壮大起来，每一次的痛苦都会让他更壮大。那等一下有空再讲另外一个部分，因为我觉得他费雷斯的一个身份是非常特别的，因为他不是只是在性别的战线上面，对他来讲有很多很多的重要的影响力，这是在他这本半自传式的小说里面比较清楚地说得出来，也许等一下我们可以再谈。然后在还没有说别的话之前，先告诉大家一个消息，费雷斯十一月会来台湾。中央性别就是已经邀请到费雷斯十一月22号到28号到台湾访问一周，到那个时候的话请大家注意，我们会有一整个礼拜的书展，在诚品会有跨性别书展，费雷斯所有的作品都会在当时展出，你们也会有机会在那一个周末星期六的晚上跟他面对面谈话，还可以赶快找他签名，很难得。如果你曾经昨天去看过《逝去的时光》，那个最帅最帅的声音非常非常有魅力的那个人就是费雷斯，而他十一月可以来跟我们正式的见面。我觉得在那个时候的话，你还有很多很多的话，还有很多的问题，或者你就坐在旁边静静的感受到那种魅力就不得了。所以我之所以说我最近把他当成我的最新偶像，是因为他是一个实在是太有魅力的人，而且你这个魅力哦，不是说一个长得好看的人，他是一个你看到那个岁月在生命当中的痕迹的人，因此他讲起那个话的时候，你就觉得哇，那种你感觉他生命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可以告诉你，你感觉到你就坐在旁边的话都觉得为什么我们的生命是这么单薄的，或者为什么我没有能力去表达我生命中的复杂。那我觉得也许文学想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就让我们看到生命可以是这个样子，而我们生命中的复杂性可以用一些方式来表达吧。谢谢何老师，我想大家已经开始要考虑改变你现在的偶像，我们来成立一个费雷斯歌友俱乐部，应该不错，那今天的福音这样。好，先换我讲吧，大家赶快去买书，其实我们把话都写在书里了，这是一个做法，这样我们现在就可以不用讲。很多话要讲，是因为这个，其实这本小说我们在翻译之前，很多朋友互相都在传阅的看，当然是看原文本。那因为它的文字，其实我觉得蛮，就是就
就像何老师讲的是非常有力量非常生动的，那当然也有点像何老师讲的，就是每次看到一两页就开始觉得眼泪不听使唤的掉下来，可是可能那种不是一个悲伤的感觉，那是一种好像有时候也许文学是这个意义哦，就是说它可以触动你心里的某一种跟你生命相连的一个部分。我觉得看他的文字对我来说最感动的好像是这个部分，就是好像有个东西是连上的，那连上之后就很难控制，所以你就很想把它看完，可是你看完之后会发现有一个语言的部分还是是一个障碍，所以应该要把它介绍给所有人看。我想特别是在比如说同志社群里面，我觉得能够有这样一本书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时候突然要感谢一个人，就是白瑞美，因为这本小说是他介绍给我们看的，我们就觉得实在是一个就是朋友之间互相介绍好像也是一种经验的交换吧。我觉得这也是对我们这个团体的所有朋友来说都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实在看那个书很多很多感觉应该都是去年年底的一些事情啊，现在也有点像记忆的破碎，不过也许可以靠这些图面跟看到中文出版的时候重新把它连起来。不过我觉得对我来说比较震撼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团体其实是一个运动团体，那其实参与的人都希望能够在运动上多做一点事情。我觉得费雷斯召唤了我们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是他对运动，他对社会改变，是他对一些作用在他自己身上或者他周边一些人身上的那种压迫的体制，他的反抗的力量，就他从来没有要休息。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不知道是悲是喜，就是说他从来没有要休息，他每一次碰到困难都是他在往前进的一个力量。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那他最有震撼力的一段话，其实他并没有出现在小说里面，不过出现在他别的书里，那我们也用在这本书上，好像美编又把它放在封面。就是曾经就是十强事件发生的时候，他跟一个朋友在酒吧，我想这段历史也许没有人知道，他跟朋友在酒吧听到这件事情，他非常激动敲打那个桌子，他说第一次我们起而反抗，而我竟错过了这个机会。我觉得那一段话对我来说是非常有力量的，那这个力量可能也促使我们觉得这本书一定要给他出版，不管用什么方式，我们自费出版都可以。所以在过程里面光是让这本书能够出版我们就非常辛苦。其实那时候找陈婷翻译也是很勉强他，因为他也知道我们也不是一个有钱的团体，翻这样一本书他的翻译费要从哪里出现，他的生活也是嗷嗷待哺这样子，大家都差不多，所以我们就是彼此压迫对方，就是化压迫为力量。我们说赶快翻，他们说很痛苦，可是很痛苦还是翻。那八卦等一下再讲，因为翻的时候他有一些八卦实在是乱夸张的，因为其实也可以现在讲，他如果要反驳就赶快讲。翻这本书的同时他说王平不行了，我翻不下去了。其实有一个原因是我们根本没钱给他，你说22万字变成中文，一个人要用多少生命的力量去把它翻完，又是这么的沉重。他说我不能再翻下去了，他就说我，可是我有翻，因为我每天催他，你翻了没有？你翻了多少？你再不翻出来怎么出版？其实我们知道翻好了也不一定能够出版。他说我不能这样再翻下去，这日子都不能过了。所以其实同时他在看另外一本小说，他觉得这两个要调配一下，他才有力量翻下去。可那本小说是什么？他就自己跟各位介绍了。我们希望下一本我们可以翻那本小说。他其实忘了，没关系，我们还是有力量逼迫他。反正翻的时候是很辛苦的，那翻完的时候更辛苦。光是拿这本书翻好了之后变成那样文字稿，谁知道费雷斯是谁啊？谁知道什么 Butch 的故事？这有什么意义呢？大家所知道的还都是十强。你跟他说这跟十强有关，十强在哪里？其实在书里没有谈到十强，我们硬是在书名上写个十强题，也是有意义的，因为它是那个年代的 Butch 的故事。反正我觉得就是我们讲我们的辛苦，不是说你们一定要去买这本书，我们是这么辛苦的把它弄出来的，而是说它真的非常重要。就是是什么样的力量能够让我们克服这种非常无聊的困难跟麻烦，硬是要让它出版，而且要出成一个中文版，因为你们就看英文就好了，因为它的英文很简单，我们应该翻译给大家看。可是我觉得放在中文的社会里面它的意义真的是蛮大的。我觉得除了是让我们重新去认识属于自己的历史啊，属于这些 T 啊、婆啊、同志、跨性别的历史，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放回到那个历史脉络，那个年代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说真的，我觉得跟我们这个年代也许没什么差别。其实我要讲另外一件事情，我们去年就很努力了，可是我们中间有点松懈。松懈不是我们认为可以不努力，而是我们认为万一我们很快的翻出来了，很快就印出来了，我们把这本书丢在台湾社会里面，大概就被淹没了。因为大家也可以想象，当时在同不管是同志社群或者在社会的氛围里面，其实很难去谈 T 婆。说真的，即使在女同志里面，有的时候还会觉得谈 T 婆有点压力。一个原因是性别不正确，就是 T 学男人啊什么这种话，其实在去年是很普遍的。我不知道是我们努力的结果，还是时代就给它变了。我们常常说妇女运动也不一定是努力的结果，因为时代就在改变中。反正就突然2000年好像就是跨性别分子、性别坏分子可以稍微喘息的年代，就是到了今年，我们就发现，比如说《男孩别哭》，甚至演戏的希拉蕊还得了一个女主角奖，大家都兴奋得不得了。我还记得何老师会打电话跟我说：“快看电视，她得奖了。”而且那个时候在同志社群就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她得奖了，甚至干我们什么事啊？她后来还选什么全美什么最有魅力的女人，我都觉得这件事真的大家跌破头。可是我觉得意义可能就在这里吧，时代可能真的变了。可是我不是说时代变了我们就轻松了，而是我觉得我们更要介入这个时代的改变，去看到更多不同的东西。所以也许他这么慢出来也对吧，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共同分享我们能够出版这本书的喜悦，以及真正去看进去这本书带给我们的可以往上提升还是什么。我觉得有时候往下也该提升一下，我们都看我们的脑子，我们下面都没人照顾，也实在是很辛苦。好，我想今天其实很多感想啦，也许可以在跟大家互动的时候不断地抛出来，有些比较沉重的希望大家用自己的方式去阅读，可是比较有力量的部分，我们就希望可以在这里跟各位分享。有人就是拒绝这样吧，不过其实他翻了非常多非常多好的东西。其实《男孩别哭》他是从那个 Brandon Tina 的故事，对，那个纪录片大家知道是谁翻译的吗？大家知道了。知道，全部人都看过，阿哲也看过。反正那个片子不是他翻的，不过是他审稿，所以还是要经过他这只手，这个翻译的手。所以实在是蛮高兴，大家可以经历过这么多跟性别相关的文本啊、议题啊讨论。那我们其实觉得《蓝调十强梯》有太多太多值得深入探讨的，所以我们在6月10号，除了之前有几个读书会，6月10号我们会办一个座谈会。特别去讨论一些性别认同政治的部分，也欢迎大家有兴趣可以参加。我们请台上看有没有谁要补充一些。何老师要讲别的，反正我也讲很多别的，所以你可以讲别的。我要讲别的两件事情。第一件事就是一句老话，爱是需要学习的。我要讲这句话是因为在过去这几年的这个性别身份的运动当中啊，大家好像就觉得我们肯定一个身份，肯定我们有爱一个人的权利，这是我们最终极的目标，好像大家觉得停在那里就可以了。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去谈我们是怎么样去爱一个人，T 和婆之间是怎么样去学习认识彼此或者互相交往，到底人是怎么样对另外一个人产生兴趣，然后怎么样学习去对待另外一个人。我们好像有点假设说，哎，女人因为是女人，所以女人就比较知道怎么对待女人。可是我觉得费雷斯在这本书里面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表明说，其实很多事情是需要学习的，很多事情是需要老一辈的人提携的。那在这一辈的这个性别的运动当中蜂拥云起的年轻的一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机会认识老一辈的人，你们有没有机会去认识那些在爱情场上在性的场子上面风尘仆仆的人。那我觉得这一部分是我们还没开始去谈的，就是说这个情爱的文化是什么，我们怎么样跟别人去分享我们的经验和我们的感觉，还是说我们就是默默的，大家撞着头破血流的，手上脖子上都是伤痕的，这样子活过来。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交换经验的机会？那在《蓝调十强梯》里面，这个女主角或者男主角
或者不男不女的主角，关你要说他是谁吧。杰斯在这里面的这个角色，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他从头到尾都在告诉你他在学习，他怎么去学习，他怎么样认识一些老T、老婆，认识一些老的人，然后这些老的人是怎么样跟他们互动，在这过程当中有错的，有擦身而过的，但是他们在这过程当中就彼此开始看到，彼此开始认识，然后他们从老一辈的人身上得到很多的智慧，很多的支援，他们也看到老一辈的人有一些什么样的盲点，有一些说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让他会觉得说，其实你已经不在我这个位置上面，你不再是这个时代，你其实看不见我所需要的东西。那我觉得蓝调十香七在这个层面上面来，有个人的历史，它有人和人际之间的那种关联。那这一部分的话，我是蛮希望大家在蓝调十香七里面能去注意这个部分，就是这里面是有一个社群，还有一群、两群、三群，各式各样不同的群体在彼此的互动、彼此的影响。那我们这一个年代比较常常看到的同志故事的话，多半是个人打拼的。就是我一个人怎么样辛苦，怎么辛苦，怎么辛苦。那如果在白先勇的小说里面，有时候还看得到一些群体，很可惜。我觉得这个写作的传统的话，后来比较没有这么清楚的一个传承，就是群体里面彼此怎么样去认识，怎么样交往，怎么样彼此学习。那讲到群体的话，我要讲到那第二个我想讲的事情，就是群体不是只有在性和性别的现象的群体。菲蕾斯本身的话有好几重的这个弱势的位置在他身上交汇，他不但是一个不男不女的人，不但是一个 T， 不但爱女人，同时他还是工人。你可以看到他教育程度很低。我们这次来的时候，我虽然会向国科会去申请经费，但是我预期一定会失败，因为国科会是只看博士文凭，博士文凭和教授的身份，而费雷斯或许连高中文凭都没有。但是我跟你赌啊，全台湾所有的教授加起来都没有像他这样可以写一本这么深入到人的心理，这么深入到美国的历史和社会的书。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他搬来，无论如何哦，对，他会带搬来，你们也会认识另外一个女诗人。好，这个群体的部分哈，因为他是一个工人，所以他事实上在美国这个50-60年代的工运这个历史当中认识到群体的力量。然后他沉淀下来的任何的力量和智慧都没有办法传承。那我觉得在这本书里面的话，他不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他的工会经验反而使得他知道组织的力量很重要。这本书的结尾的时候，也就是在当他要进入那样一个非常有强大的力量的一个组织的位置上面，开始要去想怎么样去为工人争取权益。而且很奇怪的是说，过去我们在这妇女运动的场域里面常常听到说，一个女人进入职场要跟男人平起平坐是多么的困难。你有没有想象过一个男女人像他这样子，然后在男人的职场上，在铁工厂里面做男人做的时候，很奇怪哦，他还蛮赢得尊重的，似乎比我们这些什么穿着裙子啊，然后在倒着咖啡的那些女人在职场上能够更表现出他自己。那我觉得这一部分就是费雷斯生命当中在组织工会里面所赢得到那个生活的经验，也是这本书里面很宝贵的一些东西。另外还有一个也许我们会比较不太感觉到，就是他是犹太裔。在美国的话，作为一个犹太人是蛮惨的，虽然你们听说到是有钱的犹太人嘛，但是没有听说到的就是像费雷斯这种出身比较低的在蓝领阶级的犹太人。所以我觉得他之所以能够写得出这样子的书来，也不是一个偶然，因为在他生命当中交错了太多他受压迫的经验、痛苦的经验，这样子的经验、这样子的人生才写得出这样子的书。那以我们来讲，也许我们的生命是蛮单薄的，可是我觉得看这类型的书的时候，可以让我们去开始认识到这些不同的力量可以怎么样造就一个生命。那也许我们就对我们自己身上发生的一些事情不会这么样逃避，也不会这么样轻描淡写，我们也可能可以像他一样，可以在生命上刻着各式各样的伤痕，可是还是像书结尾那样子，像白鸽展翅，照样的飞腾，照样的继续去做，去改变那个世界。所以我觉得在组织上面来讲，在这个社群的历史来讲，这本书都有它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意义，是值得大家从头到尾好好的读，而且还可以读好多遍，真的是很好看。我从小喜欢读小说，
后来越来越大以后就越不太喜欢读小说，因为读的小说有点无聊，觉得那些小说很不好看。那很少有一些小说会让我觉得说哇，看了会哭，看了会觉得心里面很受感动。大力推荐《蓝调十香梯》，值得大家读。我也会继续的说这句话，值得大家读，而且希望大家能够好好读，因为我觉得你真把这个书读完的时候，十一月见到他的时候，你会有很不同的感受，你会看得到在这样子一个充满魅力的身体上面刻下了一些故事，在这书里面都有某一种类似的描写。再讲一点点，你会不耐烦。我讲完陈廷佳讲话了。我知道我要讲什么事，我突然发现啊，我们一直在讲费雷斯，所以我就在想要讲他什么东西，然后我就觉得我的头脑的片段就变得很碎片，因为是有一点久的历史。可是我想到我要讲什么，是因为哦，我其实很想讲他的欲望，就是费雷斯他欲望什么东西。然后这本小说里面我看的时候，我觉得我很感动的地方，或是我非常有感觉的地方，是每一次他在讲他欲望对象的时候，那些对象被描述了出来的状况，以及他在描述他的欲望的时候，我非常非常有感觉。我觉得可能跟我的经验有关，或者是跟我的理解有关。那他的欲望是什么？我就有点觉得，其实看了《Stolen Moments》的时候，可能你可以连起来看。我觉得对有些 Butch 来说，我觉得他现在说他是 Butch 可能是他比较早的状态，可是我觉得也没有关系哦。我觉得对他是一个 Butch 来说，一个 Fan 一个婆对他来说，我觉得大概就是他的骄傲，我大概就是这么觉得。然后他非常骄傲他的婆，其实相对的我觉得也是，其实很多婆还很骄傲他的妻，可是这个好像有时候也不是这么一定。但是当我看到费雷斯在描述他跟婆的关系的时候，我觉得那些婆都被他描述成他的骄傲，这个是让我蛮感动的。而这样的感动会让我觉得，就是他非常在面对他的欲望，而那些婆其实也可以说是一些很有勇气的非一般女人。因为我觉得我们常常会说婆跟一般女人没差别，总说婆就是一般女人，只有 T 是女同志，或只有 T 是什么怪胎吧。可是其实如果我们能够阅读进去他的小说所描述的一个状态，我觉得那些婆都蛮怪，都很不一样，都一定哪里不一样，可是你说不出来哪里不一样，可是就是很不一样。那他的很不一样，我觉得透过这个 T 这个 Butch 在描述的时候，而且要透过欲望的层次描述，我觉得会比较具体。其实之前我们在讨论婆的欲望的时候，因为婆都看不见的时候，我们就说婆不是用看的啦，婆是用欲望来看的。可是其实我觉得婆也看得出来，因为有时候 T 也看不出来啊，所以你要用 T 的欲望才看到他欲望什么东西。没有，这是我最近的想法。我2000年觉得费雷斯也可以当偶像的时候，我的新的想法。那我觉得其实男的就是要发现自己是有勇气的人，是跟应该不一样的人。我觉得只要那个勇气一出现了，这个婆就够婆了，而且他真的很怪，就是个很不一样的人。所以如果我们在身边，我现在突然发现怎么样去找婆在哪里了。如果你看到有一个女人怪怪的，一定哪里跟人家不一样，性格也特别，不是长相，因为大家要知道婆不是用看，你看我们台上女性化的人不一定她是婆，证明了婆不是看长相的，婆是看她表现出来的一个奇怪的状态，而她真的不是一般女人，就是我完全可以保证的这一点。T 绝对不是一般女人，大家都知道，这很像是社会的公民。可是婆也不是一般女人，她就是一种怪的类别，一个女人比男人还强的女人。其实这很怪，对不对？一个女人好好的，你看守个妇道就好，去比男人还强，你就有问题。反正有问题的人，第一个象征就她可能就是婆，所以大家可以身边看看那种怪怪的人，性格也很怪，她该做的事都不做，就是那种不守妇道的。不知道他会往哪里怪，因为每个婆都不一样，就像每个 T 都不一样一样，他就是很怪，他的个性也怪，反正他就是不可理喻的怪。可是他有的时候又好像很服顺于社会的某一种规范，就像 T 也一样，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服从社会某种规范。可是他就是哪里啊？对，我其实想到一个可以形容他，就他的骨头大概就是反的，就那种有反骨的个性的，大概就是有潜力成为一个婆这样子。所以也许我们2000年可以发展一个新的运动，就是
寻找婆，寻找身上的婆运动这样子。因为我的婆不是你身边，也许你自己就是啊。其实这样讲是不是不太好？我常常不知道这个运动策略应该怎么样发展。反正随着阶段，我们可以不断调整，对不对？我们也可以从一个不断 passing 的过程，我觉得这个也不错。我只把道跟你讲两句。他讲到刚刚介绍的有一些想法，请问什么是石梯呀、啊？请问什么是石头梯？大家都知道吗？会不会有些人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大家都知道什么是石头梯吗？就是它里面一直强调的 stone bridge。你不知道？它 bridge 有很多种嘛，然后这样的一种的 stone bridge 就是它在跟它的 lover 之间的情事上，它是不能被碰触的，它不能忍受被碰触。所以有一些 bridge 也因此会让他的婆在事后的那个，因为为什么我？比如说他会有好多种的，为什么我让你碰我，然后你让我感觉很舒服，为什么你不让我也这样对你，让你感觉舒服？可是有很多时候他们并不是可以用脑袋想的，可能是习惯，有很多先天跟后天的生成因素让他们没有办法被碰触。所以这在我不知道美国社会现在是不是还有很多 stone bridge， 可是我是在说这本书他在讲他那个时候他是以一个 stone bridge 的身份过活。大家还有没有什么要分享？Stone Watch 的时候，石头机的时候，我有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看这本书的话，一个回答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说，石头机是有很多说不出伤痕的人，还有很多很多的伤痕，然后在他生命当中有那些伤痕，那每一个伤痕每一个伤口都在诉说一个故事，可是他嘴上不会讲给你听，也因为这个不能说，也因为这个没有办法沟通，会让你觉得他的距离就很远，因为他不愿意被碰触，他不愿意。我觉得看的时候不是说哎呀这个人身体不能被碰，我觉得是他的生命不能被碰，他有很多的东西是没有办法被说，因为在我们周围这个环境里面，某些故事说的时候是带着太多的惨痛的经验，有太多的羞辱。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不能说的故事，也因为这样的话，也许我们在面对石头梯的时候就不能有这么多的责备，说你怎么那么冷酷，或者你怎么那么拒绝，你为什么不让我们分享你的生命？我们彼此生命当中都有很多不能分享的部分嘛。那这也是我觉得大家需要看这一类型的文学书，搞不好远超过我们看的理论书，因为我觉得这种比较有一些厚度的，有一些真实性的，有些人生的那个故事的书，可以比较让我们开始认识到人和人之间的那些复杂的内涵，有很多不是我们说我们交交心就一定可以互相百分之百的分享生命的。有些时候你就是要放手，你就是说呀，我只能尊重你，选择你这样子过你的生命，大概就是这样子吧。你要讲什么吗？可能就是这样子。石头梯可能还是有很多种，但可能有的是身体不能碰，可是别的地方可以碰，而可能是有的是心理里面的事情不能碰，可是身体可以，是可能有很多不同的。那我觉得那本书很有意思的一部分是里面的梯，还有里面的石头梯，
拍摄很多种，甚至到有一对是两个 team 在一起，然后女主角她觉得她有点受不了，因为她发现她自己有一点 homophobia 的部分，看到两个 team 在一起，所以我觉得因为这个原因，那本书是很值得看。对了，看这个书会有助于你抗拒各式各样的 phobia 的影响，因为我们太容易去怪别人说，哎，你为什么不这样子？你为什么不那样子？那我觉得这个书里面其实可以让你看到，看里面是什么。Stonebridge Blues， 他把 blues 拿掉了，掉了。所以现在唯一大家能够买到的，大概只有金陵书店那仅有的几本。所以大家如果想看书，听了这么多，觉得不看这个书很可惜，那就赶快去楼下买，因为大家卖完，要过一阵子才会印新的出来。可能要过蛮长一阵子，因为我们会全数送回印刷厂重新做封面，啊，让我们非常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件事情，所以要抢购啊。我也也许很快也七十本，只有版本，只有七十本，真是太惨了，限量版。我们决定小小欺骗费雷斯一下，就说还没出版这样，等他印出来再寄给他，太惨了。好，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要分享，如果觉得差不多或私下可以聊一聊的话，因为这个画都挂在这里，大家可以慢慢欣赏，然后楼下有仅有的七十本有在贩售，也请大家到楼下柜台去购买。那今天就非常谢谢大家来参加，跟我们共同庆祝这个蓝调十强地的真正的出版，谢谢大家，谢谢陈主任。对，我们现在俩都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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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